尖尖的，长长的，一下就能把怪物撕碎。你真的想知道？想看，想看。<笑>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去吃吧，虽然我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厉害的种子，不过糖果倒是有很多哦。你看，我就说它没有那么可怕吧。谢谢，大哥哥。不用谢，明天记得来看我们的实物演出。嗯，我会记得的。 身上散发出的气味，陌生、强大，但并不邪恶。想必你就是那位漂泊者吧？你好，漂泊者。早就听说城里来了一位不得了的客人，今天可终于让我碰见了。我叫林阳，很高兴遇见你。 祝你所行皆坦途，所求皆如愿。你果然很特别呢，握了手，我们就是好朋友了。瑞士团正准备举办一场大型的实物演出，我现在正在为他做宣传。 瑞士团是专门负责承接实物演出的游行剧团，而狮子舞则是荆州的传统民俗啦。说到荆州的民俗活动，那可就有的说了。不好意思啊，排练了一天，肚子有点饿了。哎，要不我请你吃顿饭吧，边吃边聊才有意思。 用美食来招待客人，是荆州人最基本的待客礼仪啦。相信你一定会爱上荆州城的美食的。啊，不过眼下我还有点事要做，现在还是有不少私人的事务需求找到我，有些恰好和明天大型事务的时间冲突了。事务表演对于荆州人来说意义重大，如果只是单纯把这些委托推掉，未免会让大家感到遗憾。我在想。 或许我可以把这些需求与大型事务结合一下，做到多个愿望一次满足。而且针对不同的需求，我们为其准备的事物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必须要调查清楚客户们真正的需求才行。漂泊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如跟我一起吧。这些客户都和小吃店顺路，路上还能为你介绍一下荆州城的风俗，比起单纯的到听途说，亲自感受一下。 或许比较好哦。好，那我们就出发。 我想想，第一位要见的委托人不远，或许你也见过。我们穿过这座桥，再往前走一段就到了。 见面就说吉祥话。
看来你们是瑞师团的人呀。您好，是为了我家老爷子的寿宴来的吗？我们预定的时间是在明天，是不是记错时间了？啊，是这样的，边庭之前专门预定了为出征的战士们举办一场诗舞，时间上正好与您的委托冲突了。原来是这样啊。但我在想，能否把您的需求融入到这场大型诗舞之中？我家老爷子也是从前线退下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他一定也会很高兴的。嗯，我想再确认一下，老爷子今年是60大寿，对吧？啊，是的。嗯，我记住了。那么到时我在舞台上转上6圈，就当是为老爷子献寿了。狮首足踏天罡，环绕寿星而巡，就是为寿星献寿了。年过一旬一圈旬，福寿延绵并不尽。有劳您费心了，我会将这个消息转告老爷子的。好了，下一个委托人我记得应该是一对年轻的情侣。永结同心，百年好合。哎呀，是羚羊呀，快来快来，我们正在准备喜糖呢，给你一块。还有这位，谢谢你们。关于二位之前想委托的事务需求，有个事情可能要和二位商议一下。边庭之前已经预定了一场大型事务演出。哎，那我们的委托是要取消了吗？我和我的爱人都是土生土长的黄龙人，一直都想体验一下传统的醒狮证婚仪式来着。这是一种互动性很强的仪式了。新郎新娘会分别立于狮首两侧，等待狮首张口，新郎新娘便携手深入狮口，狮首旋即合嘴咬住，此举名为咬定，象征眷侣永不分离。我非常明白二位对这种仪式感的需求，也不想让二位留下遗憾，但我相信二位情比金坚，仪式也不必拘泥于醒狮证婚一种，不如二位就在明天演出狮首跃到最高处时交换定情信物，锣鼓齐鸣，烟火漫天，在这样一场盛大的演出之下订立誓言，也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仪式。寓意呢，就是海枯石烂，同心永结，地阔天高，比翼齐飞。羚羊还是这么会说话呢。其实我的爱人将来也会去到边关作战，想必这场演出对他来说也意义重大吧。阿胜，你觉得这个提议怎么样？只要你喜欢，我都听你的。嗯，那我们再考虑一下吧。没问题，随时等候二位的消息。好了，还剩下最后一个客户，就在不远处，也是我要请你吃饭的地方。我的肚子又开始咕咕叫了，等会儿一定要大餐一顿。到了，就是这儿了。老板，门梁高悬狮吼叫，生意红火步步高。哟，这不是羚羊吗？是我的事务表演有消息了，找瑞师团提事务需求的人那么多，我真担心排不上号呢。我狮吼叫都买好了，就等开业那天挂上，让你带上狮子头一口将它吃下了。
老板，事情是这样的，边庭那边……哦，我听说了，是因为我的委托和大型事务的时间撞了，所以我这委托你就暂时接不下来了吧？是的，但我想在这场事务中加入点狮吼交的元素，帮您……哎，不用不用，你们准备你们的就行了，不用为我这小店费心。对了，这位是……看来羚羊是又交到新朋友了呀。来尝尝这个，这是我推出的新品。尝尝吧，挑拨者，这顿饭我请，老板的手艺一向很好。认识一座城市最快的方式就是先认识它的美食。好吃。老板，你这小吃能在晚上表演时给观众们提供吗？光看演出不吃点什么也没意思啊，我还是想做点实际的，给您的店铺拉拉人气。哎呀，那可就是我的荣幸了。只是……怎么了吗？哎，不知你们听说了没有，最近野外有个叫丁铃当狼兽的怪物一直在活动。是啊，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挺可爱的吧，但实际上他可是那种无恶不作的大怪兽。据说他在捕猎时会发出叮铃当啷的声响，而且他的长牙有半米多长，尖锐的利爪能轻易地撕碎任何猎物。不对，丁铃当狼兽不是这样的。他是我的朋友。哎，我这小吃需要一种特殊的食材，但就是因为那个丁铃当狼兽，最近所有的肉类货源一直都供不应求。其他的进货渠道呢？还剩下唯一的一个进货渠道，现在掌握在一个叫野兽帮的流放者团体手里。听说他们是能够和丁铃当狼兽交流，所以才能受口夺食。但他们开出来的价格却是正常市价的五倍，简直比丁铃当狼兽还不讲理。我这小店还没开起来呢，哪来的那么多本钱啊？所以这个新品暂时还不能量产喽。我没事。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委托没处理，应该是在茶馆边上，离得不远，得赶紧去处理了。对不住了，漂泊者，我先离开一下，马上回来。羚羊他还是老样子。哦，你刚和羚羊认识，等以后习惯就好。他这人啊，就是比较随性，往往是想到什么就去干什么了。啊，不过也没别的，他就是喜欢帮助别人。经常能看到他在巷子里窜来窜去，不是在帮别家干活，就是在去帮助别家的路上。身子灵活，手脚麻利，力气又大，干什么都不成问题。大家都受了他不少帮助，倒是他经常一不注意就弄伤自己。虽然他自己总是笑着说没事儿，但我们心里看了其实挺不好受的。漂泊者，能不能麻烦你去看看，帮忙搭把手，之后你来我的小店吃饭，我帮你免单。好嘞。林阳说的茶馆就在居民区里，穿过这个广场再往里走走就能看到。
林阳说的茶馆就在居民区里，顺着前面这条路直走，进入居民区后左手边就能看到。哦，你应该是在好奇那个有关狮吼蛟的开业仪式吧？狮童以狮吼蛟逗弄狮首，最后再将狮吼蛟抛掷于梁上，狮首奋起一跃将狮吼蛟咬下，这是我们荆州最传统的开业仪式。但其实我也不太懂这个仪式有什么典故，但是只要能请到瑞狮团的人来表演，店门口一定会有一大批观众围观，所以我猜这才是狮吼蛟能给店家带来人气的真相吧。是找错人了吧？我从来都没发过什么狮子舞需求。漂泊者，你怎么过来了？也没什么大事了，谢谢你关心我。之前，我收到过一个非常奇怪的事物委托。委托中什么要求都没提，只留下了一个落款，城南贝氏。会是你的父母为你预定的吗？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回去了。等一下等一下，贝氏，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哥哥？你怎么知道？与我通讯的委托人是一个年龄偏成熟的男生，结合城南贝氏的落款来看，结论只有一个了。贝师，你是遇到什么情况了吗？我是瑞狮团的林阳，这位是漂泊者，你可以相信我们。我的哥哥贝季从一周前开始就没有回过家了。一周前正好是我收到这份事务委托的时间。你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常的表现吗？我和我哥哥已经冷战了很久了，我连他最后一次出门是什么时候都不知道。但这段时间，哥哥经常会给我寄来一些包裹，里面装的都是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这个包裹里装的是清芬草，不过已经不新鲜了，连最标志性的香味也一点都闻不到了。这些瘦肉虽然冷藏得很好，但内部已经近乎变质了。还有别的东西吗？有次哥哥来信时还提到他在跟一些自称野兽帮的人混在一起。因为我担心哥哥真的做了什么坏事，如果我报了警他就会被抓起来。这个野兽帮的确很可疑，先前叮叮当当兽的传闻也和他们有关。不过这几件包裹上的寄件地址都不一样，这下可有点难办了呀。原来如此，漂泊者，你真聪明。贝师，你哥哥的事就交给我吧。那个，我也想一起去，可以吗？贝师，我能理解你想要找到哥哥的心情，但野外环境险恶，加上最近残象潮频发，万一遇到无阴区扩张之类的事件，我也无法保证你的安全。我不怕，我以前也是一名先行公约的成员。先行公约的人从不惧怕困难。可是，我……如果你执意坚持的话，那就要看看漂泊者的意愿了。他的实力强大，如果他也愿意同行的话，我们就多了一份保障。遇到危险的事，
我不太想将朋友牵扯进来，但事发突然，漂泊者，我还是想请求你的帮助。漂泊者，我也知道突然拜托这种事会有些冒昧，但还是拜托你了。太好了，谢谢你漂泊者。负责往我这里派包裹的一直是同一个物流员，我知道他的驿站在哪里。那么事不宜迟，漂泊者，准备好了吗？就在这附近了。等一下，我听到了求救声。那边有人被戏园围住了。谢谢你们，多亏你们来得及时。没有受伤吧？我还好，没什么大碍，其实也可以直接逃走的，只是这些包裹就要遭殃了。那是当然，我们呜呜物流格言就是使命必达。我们现在正在找一位失踪的寄件人，想从你这儿打听一点线索。恩人方才救了我，我一定知无不言。啊，这个包裹，我不认识。哦，可是从他的物流轨迹来看，这个包裹是从你这儿直接发出的。有可能是搞错了吧？好吧，那我们再换个问题。丁令哐啷兽啊，我记得是最近传得特别火的那个怪兽。是丁令当啷兽吧？叫什么有区别吗？反正都是害人的野兽。据说它们长着长长的牙齿，利爪可以轻易撕碎猎物。但是有个叫野兽帮的流放者团体，说是可以和它沟通，所以居民们都在出钱拜托他们让叮叮当啷兽不要搞破坏了。恩人，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了。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知道这个野兽帮或者叮叮当啷兽在哪里活动吗？我们是有原则的，客户的信息我们是绝对不会泄露的。不过我听说这个叮叮当啷兽好像经常在山腰处一个位于歪倒大树附近的营地里活动，也有人经常能在哨塔上目击到它。原来如此，我知道了，谢谢你恩人。我想再提醒一句，那头野兽真的很危险，你们一定要小心啊。而且可能不止一头。放心吧，如果真的有不止一头叮叮当啷兽，我倒是一定要见识一下了。完全是一些没什么用的信息呢。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这个野兽帮和叮叮当啷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看刚才那个快递员的神情，他应该是出于恐惧才不敢将一些情报告诉我们，但至少他还是给了我们一点线索。
比如叮铃当啷兽的出没地点。哎，可以外这么多营地，仅凭这种模棱两可的话语，这种位置可怎么找啊？跟我来吧，路上多注意观察周围。山腰、哨塔、歪倒的大树，这三条线索已经足够了，就在前面，你们四处寻找一下吧，尽量注意隐蔽。从这个营地的规模来看，这里不像是有帮派或者是团体聚集的样子。歪倒的大树应该就在前面，我们再往前走走吧。我听到了人类谈话的声音，是从山坡上传来的。嘘，别被他们注意到。路上的这些灌木丛记得尽量避开，别发出声响。上次的事办得怎么样了？老大，你还别说，这叮铃当啷兽的传说还真好用，竟然真的找到他们了。嘘，我小心一些。看到这些灌木了吗？按照这类灌木的生长习性，它们绝不会生长在这种空旷的地方。这些灌木是人为的，很可能是他们的某种警戒装置，下面藏着陷阱也说不定。就在这里先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吧。还有那个刚来不久的新人，别的不说，干活还是挺利索的。就是好奇心太重，一来就要打听叮铃当啷兽什么的。既然他这么想找叮铃当啷兽，那就让他去找好了，剩下的让他自生自灭吧。老大，这次要对付的那家伙听说是个硬茬子，叮铃当啷兽的传言他应该是不会信的。不信？你让兄弟们带上家伙把他打一顿再问他，打完不就信了吗？高，还是老大狠呢。你呀，也还是太年轻了，根本不明白人们怕的才不是什么叮铃当啷兽。哼，算了，这次我也亲自去会会。走了兄弟们，抄家伙。哦，他们是走了吧？不，再等等，他们还没走远，我还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声，警戒性很强嘛。不过作为野兽，他们还是嫩了点。好了，这下他们已经彻底走远了，我们去现场看看吧。看他们的计划与行动路线，不像是很有组织性的样子。这个帮派应该是刚成立没多久。挑拨者，你那里发现什么线索了吗？不用担心，我一直在警戒周围呢。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你可以专心寻找线索，如果发现了什么就喊我们吧。这群人到底是做什么的？难道我的哥哥真的和他们是一伙的？
这是哥哥的通讯装置。怎么会？难道哥哥真的和这帮坏蛋混在了一起？为师，你的哥哥在你心中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点胆小，做事又过分谨慎，但心里没有什么坏心眼，也很心疼我。为师，耳朵和眼睛有时是会欺骗我们的，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逻辑去思考。事情的真相也许并没有看上去这样简单。我明白了。挑拨者，你那边有发现什么线索吗？经过长期冷冻，但内部已经变质，是和那个包裹中一样的产品，里面甚至还添加了各种化学添加剂，不仅散播谣言扰乱人心，甚至还要变卖这种变质的食材。我也很生气，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寻找有关贝吉下落的线索，但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跟上野兽帮，看看他们要做什么。听他们刚才的计划，可能下一个受害人又要出现了。这样最好。野兽帮的人非常警觉，但我比他们更熟悉野外的环境，这项任务由我来做更合适。如果你和他在一起行动，我也就放心了。如果有情况，我会呼叫你的。你也要保护好自己，漂泊者。这个通讯装置应该还能使用，说不定有哥哥留下的信息。我试一下。有了。对不起，贝师，哥哥阻碍了你的梦想。也许你是对的，你的哥哥不过是一个自私的胆小鬼罢了。我不奢求你的原谅，但即便如此，我也还是想为你做些什么。再见了，贝师，我会为你杀掉丁铃铛狼少。是我哥哥，应该是因为我加入先行公约的事吧。我哥哥曾经极度反对我加入先行公约，但那曾是我的梦想，所以我就和他因此大吵了一架。我也不知道这些事，他从来都没有和我说过。一定是丁铃当狼兽，我对这个铃声很熟悉。前段时间我在野外执行任务时遭到了残像的袭击，就在我快要跑不动的时候听到了这个铃声。之后发生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那时我的大脑已经被吓到一片空白了。我只记得在听到铃声之后，我只能头也不回地逃跑，那铃声一直跟在我的身后，直到我跑到安全区才消失。如果我没能逃掉，可能已经被丁铃铛狼兽吃掉了吧。所以错不了，一定是丁铃铛狼兽。好，我和你一起。
漂泊者，我刚给你发出信号，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过来了。我在跟踪野兽帮时听到了有关贝基的线索。啊，叮铃当啷兽，我没有看见，还是先说回贝基的事吧。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营地里听到的消息吗？有个新人一直在打听叮铃当啷兽的消息。方才我在跟踪时听他们说，野兽帮的人将他派去了一处很深的山洞。铃铛声肯定不是我的幻听，叮铃当啷兽可能就在这个山洞里。叮铃当啷兽嘛，那么大的家伙应该不会藏在这种洞穴里吧。但我的确能从这个洞穴之中嗅到危险的气息。结合我们之前的分析来看，这个新人很可能就是贝基，而他现在正处于危险之中。漂泊者，你知道的，我一直都很相信你的实力。抱歉漂泊者，我本不该继续拖你一起行动了，但贝基的境况十分危急，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尽快救他出来，我会由衷感激的。是的，他的家人也在等他报平安。我也要去，我的哥哥就在里面，我也想尽快找到他。贝师，我能理解你想要尽快和哥哥团聚的心情，但山洞里光线昏暗，不知道潜伏着什么，我们仅仅是相互照应就已经有些吃力了。而且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想交给你，我希望你能尽快回去，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告知金巡卫，请他们前来支援。可是我不想再逃跑了。贝师，作为一名先行公约的探险家，有些事你应该是明白的。每一名先行公约的探险家都要有根据当下形势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逃跑有时并不意味着懦弱。相信我和漂泊者，我们一定会将你哥哥完好无损地带回来。我的哥哥就拜托你们了，你们也一定要注意安全。接下来就看我们的吧。有植物、兽类、残像，还有人类。探路这方面我很有经验，就交给我吧。看，这应该是贝基落下的东西吧。听贝师的描述，贝基不像是一个胆子大到会跑到这种地方来的人。可是叮铃当啷兽为什么会这么吸引他呢？这里似乎只有这一条通路了，继续前进吧。这里的通道狭窄，地形复杂，有些残像擅长隐藏在暗处，我们到前面要小心一些。行如风。果然这里有残像出现了，我来打退他。我上。啊，
好运来临，可是挡不住的。哎，牧师完全把道路挡住了。糟了，贝基应该已经过去了。这里，让我来击碎这块大石头。前面的地上长着荆棘，小心，我们一起跨过去。藏起来了。或者看到洞顶那些发光的植物了吗？在野外的话，这些光源是黑暗中的朋友，能帮我们看清道路，但同时他们也是猎手的计谋。他们会用光源看清猎物的身形，所以在有光源的地方也不能一直停留。战斗力不强，破坏力倒是很惊人。要是和他战斗起来，山洞都有塌下来的危险。对了，剑簇熊就算睡觉，也会留一只鼻孔，注意食物的气味。利用这个特点，就能用他讨厌的气味赶跑他。让我闻一闻，有了，是夜夕香的味道。我们把那个放在附近试试。夜夕香的气味。是从下面飘过来的。这里的石头奇形怪状的，就跟狮子舞表演的梅花桩一样。让我来试试这一式。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啊，不好意思啊，每次跳梅花桩的时候，我都会默念七星鼓的口诀。一不小心就唱出来了。这里竟然还有这么多荆棘，要是被这些荆棘的尖刺扎到手心，比从高处摔下来还痛。借助这里的气流飞过去吧。
月息香的味道很近了，我们上去看看。就是从这株月息香飘来的，一定能把那头剑宿熊引开了。又有残香在这里，小心。好久没游泳了，这下神清气爽了。没想到这里竟还别有洞天，这幅景色真漂亮啊。这是一种只在黑暗处生长的植物，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了，也有些怀念了。不说这些，前面就是洞穴的尽头了，我们继续前进吧。事到如今，你还想往哪儿逃啊？没想到你小子命还挺大，洞穴里的野兽竟然还没把你吃掉。哼，算了算了，也不枉我们跑这么一趟来为你收尸了。我不怕你们，你们做的那些丧尽天良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已经把你们的那些证据全都保存好寄出去了，你们就算把我杀了也没有用了。我相信这世界上还是有勇敢正义之人。事实果然并非是贝氏想象中的那样。哦，看来猎物终于送上门了。你们是谁？快跑吧，这些家伙是来找我的。跑？哼，一个都别想跑。是不是以为自己的小伎俩没人发现啊？窃听跟踪，我们之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为了将你们引到这里一网打尽。老大威武。哼，猎物们乖乖束手就擒吧。放着好好的人不当，非要去当什么野兽。既然你们自诩野兽，那应该不会不知道这世界上的野兽们都有着各自擅长的狩猎技巧，而有些野兽则会假装弱小，通过这种错觉引诱猎物深入，让猎物将自己误认为猎人。什么？真是好。
好久没有感受过这种近乎发自本能的愤怒了。朴部长，我们不需要再留守了。既然你们选择了成为野兽，那也只能用对待野兽的方式来对待你们了。可恶！不灭王老大，我听说过这家伙。据说它的尾巴一旦开始左右快速摆动，战斗力就会变得非常强。那又怎样？可是它的尾巴都快转成螺旋桨了。哼，那是我还没拿出真正的实力。好厉害！野外是我的主场，劝你们还是乖乖投降吧。如果你们不想被我撕碎的话，看来你们把那几个家伙给惊动了呀。老大，我们现在怎么办呢？那当然是跟他们拼了！赶紧跑啊！朴部长，小心！休想伤害我的朋友！抱歉，朴部长，让你看到了我这一面。希望你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总算得救了，谢谢你们。对了，你们是？是北石，他一直在担心我吗？贝氏他现在还好吗？那就好，那就好。哎，原来是这样，对不起，
让你们也跟着担心了。关于我妹妹的事情，你们应该多少都知道了一些吧？我们的父母都曾是先行公约的探险家，但他们却因为一场意外牺牲了。自那以后，我们两人只能相依为命。为了维持生计，我做了很多份工作，想尽可能地将她照顾好。但我的妹妹，她却仍然想要加入先行公约，成为一名探险家，完成我们父母未完成的志向。我只有这么一个妹妹，我真的特别担心她也离开我，所以我极力反对她加入先行公约，我和她也就因此大吵了一架。在那之后，我们几乎就陷入了冷战，谁也不理谁。但其实她能够成为一名先行公约的成员，我真的是打心底为她感到高兴。贝什和我不一样，她乐观坚强，对于一切事物都有着尝试的勇气。我也希望她能够走向更大的世界。事后回想起来，我的确是阻碍了她的梦想。无论是有什么样的苦衷，我也都应该先尊重她的意愿。洞穴内太危险，我们还是先从这里出去吧。你的妹妹也在等你报平安呢。哎，行如风。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唉，屋漏偏逢连夜雨，我不甘心啊！老实点，羚羊漂泊者。多亏这位姑娘把这里的情况告知了我们，我们才能及时赶到，将他们抓了个正着。太好了。你们没受伤吧？贝诗，哥哥，对不起，贝诗，哥哥让你担心了。兄妹重逢的画面虽然是很感人了，但这里还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先回城里吧。所以，当你知道贝诗是因为叮铃当啷兽而失去了勇气时，就想出了刺杀叮铃当啷兽的计划。既然一切都是因为叮铃当啷兽而起，那只要消灭了叮铃当啷兽，他的勇气应该也能回来了吧？正巧这段时间，外面一直流传着一个和叮铃当啷兽有交流的野兽帮，所以我就想。是的，而且我也想要证明自己的勇气，为妹妹做个榜样。如果她心中那个保守谨慎懦弱的哥哥能做到这件事，那么她也一定能做到。
是啊，我还是太弱小了，不仅没能找到叮叮当啷兽，连那些坏家伙都打不过，只能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贝基啊贝基，你一直都是那个胆小无能的贝基啊。不，不是这样的。至少你没有选择和野兽帮同流合污，趋利避害，顺从欲望，甚至残害同类，这是野兽的逻辑。因为某些更重要的事物或情感而克服自己的本能与弱点，甚至是为此牺牲，这是人类独有的品格。人想要堕落成野兽，只需要一瞬，但坚守住自己的人性，需要的是长久的努力和巨大的勇气。贝基，你已经证明了你的勇气，我相信你的妹妹，她也一定是这么认为的。是吗？嗯，但是哥哥，以后不要再做这么莽撞的事情了。好，好，我答应你。但是哥哥这一行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嘛，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人们口中所谓的叮叮当啷兽只是一个传言。所以贝师，你不需要再害怕他了。可是我真的听到了铃声。那可能是你的幻听吧，有些残像会模拟铃声也说不定呢。那个声音我明明听得很清楚，不可能听错的，叮叮当啷兽一定存在。嗯，看来贝师的心结还是没有解开呢。漂泊者林阳，我们先回去了，抱歉害得你们也为我担心了。早些休息吧，明天不要忘了来看诗舞演出。这个时候？我记得你可是发过一个诗舞委托的。是我没错，说来惭愧，当时发布这个委托其实是为了调查叮叮当啷兽的，现在看来应该是不需要了。是吗？有些关于叮叮当啷兽的困惑说不定能在事务之中得到解答呢。我知道了，明天我和妹妹会来的。那就一言为定了，明天一定要来哦。漂泊者，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有不少疑惑，正好我还有些事想和你商量一下，跟我来吧。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就能到达剧院了，估计你已经走过很多遍了吧，不过来都来了就顺路逛逛吧。老板，生意红红火火。借你吉言了林阳。在野外走了这么一遭，再回到城里看到这么多烟火气，真是令人慰藉啊，这份烦扰一定要好好延续下去。阿威，百年好合。谢谢你林阳。甘雪的商店总是这么火爆，我们就不去打扰他了，用心制作的纪念品一定会得到珍惜的。可算回来了。林阳，你可算回来了，师父一直在找你。糟了，我把师父他老人家给忘了。漂泊者，拜托你先在剧院后台看看有没有什么适合帮助贝师解开心结的道具。我去就回啊。快点快点，师父要发火了。
收下吧，文明的馈赠。回来了。啊，师傅他一到演出前就会变得特别严格，要我们全力准备，为荆州人呈现出最棒的诗舞。这就要从诗舞的起源说起了。狮子舞最初是将士们出征归来时的凯歌，后来演变成了将士出征时提振士气的阵前战舞，以求每一次出征都是凯旋，所以狮舞也逐渐成为了勇气的象征。又在后来，狮舞才慢慢演变成了如今的太平乐，但它的内核却始终不变，辟邪求吉，扫除恐惧，将繁荣与守护传递下去。我推测贝氏可能是在受到袭击后惊吓过度，导致记忆产生了空白，而近期关于叮铃当啷兽的可怖传闻正好替他填补上了那段空缺。贝姬想要杀掉叮铃当啷兽，通过消灭他所恐惧的事物来帮助妹妹，确实是一个办法，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如我们路上听闻的，人们对叮铃当啷兽有千百种叫法，它可以叫叮铃当啷兽，也可以叫叮铃咣当兽。只打跑叮铃当啷兽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打跑任何野兽的勇气。所以我想用诗舞所传达的意象将被狮的恐惧给覆盖过去。当然了，诗舞演变的过程中已经融入了各种不同的元素，有了多样的形式，对于每个人而言具有着不同的意义。我们也必须对症下药，找到能够帮助贝师的关键道具。那我就顺着这个思路去准备了，明天试舞的时候你也一定要来啊。漂泊者，你来了，好久没看过这么盛大的事物表演了，心情还是有些激动呢。漂泊者，你知道林阳说的关于叮铃当啷兽的秘密是什么吗？表演要开始了。
国之前在野外受到袭击的时候，是在历劫之时中听到了铃声。那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顾得上逃跑。如今听到了人们口中的传闻，一度以为袭击我的就是叮铃当啷兽。直到今天看完这场事物之后，我终于回想起来了，那是我曾经在事物之中听到过的铃声。所以那时的我是被铃声拯救了吧。那个不停追赶着我的铃声，其实一直在指引我远离危险，也是那个铃声给我带来了勇气。事物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一样，如果你能从我的演出之中收获勇气，我也很开心。是很精彩的演出，之后我会鼓起勇气继续先行公约的事业的。太好了，贝什，你能成为一名先行公约的成员，哥哥其实也为你感到骄傲，也希望你能坚持下去。还有就是希望你不要再生气了。我生气是因为你有什么事情从来都不告诉我，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决定，甚至是刺杀叮铃当啷兽这么危险的计划，下次不准再这么做了。好好，那哥哥想请你吃点什么以表道歉的诚意。哎，我倒是认识一家不错的小吃摊，就在广场上，你们可以去看看。那太好了，走吧，贝什。漂泊者，你来了，怎么样，我的演出还算精彩吧？能得到你的认可我也就满足了。总之这次的事也多谢你了，漂泊者，要是没有你我肯定完不成这一切。关于你的疑问吗，我们换一个人少的地方聊吧。就这里吧，漂泊者。这个故事要从哪里讲起好呢？漂泊者，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既然有能够获得共鸣力量的人类，那么会不会也有获得了共鸣力量的野兽呢？共鸣者如若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会招致毁灭。对于无法控制欲望的野兽来说更是如此。大部分获得了共鸣力量的野兽，都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跟随着自己的欲望而逐渐灭绝了。能够掌控自身力量的野兽少之又少，但并非不存在。叮铃当啷兽正是其中之一。不过，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的叮铃当啷兽还不叫叮铃当啷兽，它有一个确切的名字，酸泥。在很久以前，它们只是一种身居山林不喜人烟的生物，但是在那个无垠区疯狂扩张的时代，它们的领地也没能幸免于难。为了寻找可以生存的区域，酸泥不得不选择去侵占一部分人类的领地。凶猛的外形，强大的共鸣力，无法控制的兽性，人类为了对抗酸泥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们也因此被人类视作了凶兽。
是从黄龙的古书里看来的了。据说他们还酸泥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已近乎灭绝，只剩下寥寥无几的后代，时至今日可能已经仅剩一只个体了。我曾在一些考古学家口中听到过一种特别的说法，据说最后一只酸泥曾经非常渴望成为人类，为了让人们不再惧怕它，它先是给自己起了一个听起来不那么可怕的名字，比如叮铃当啷兽。它拔光自己的毛发，磨平利爪，小扭骨骼，学会站立。或许他是被人类所创造的种种热闹的仪式节庆所吸引，说是族群中仅剩自己应该会很孤独吧。或许他是被人类面对悲鸣时的无畏与勇气所吸引，因此想要加入他们，一同战胜侵占他们领地的悲鸣。又或许他只是被人类对食材加工的方式所吸引也说不定。但无论怎样，最终他都没能成为人类。若想真正的成为人类，他必须要先参透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如果要我说，那应该就是人类的心吧。于是他不再抗拒自己的样貌，而是以兽类的模样开始试着接触人类，帮助人类。说不定在这过程中他在野外也曾救过一个小女孩呢。漂泊者，你觉得他的结局是什么呢？他最终如愿以偿成为人类了吗？是这么认为的吗？我想叮铃当啷兽已经不再在乎自己是人是兽了，它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世上存在披着人皮的野兽，自然也存在拥有野兽外表的人类灵魂，它只需要做它自己就好了。它会坚定地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去传递那些曾在人类身上见过的美好。光顾着说了，差点忘掉这件事。我这串铃铛送你吧，留作纪念。再次感谢你，漂泊者。羚羊，快回来！漂泊者，师父在喊我准备下一场演出用的道具了，下次也来看我的失误表演吧，到时候再请你吃饭。希望铃铛可以给你带来好运，祝你所行皆坦途，所求皆如愿。纪念。漂泊者，好久不见，还记得我吗？乔木是谁啊？我是贝诗了。之前我和哥哥受了你和羚羊不小的帮助，
请允许我再次说声谢谢。楔形公约在得知我的事情之后，便计划组织一次对丁铃当啷兽传闻的实地调查。我因为太想知道丁铃当啷兽究竟是个怎样的存在，在筹备期间翻阅了不少古籍。我看到记载中说，丁铃当啷兽曾在紫月容一带栖息过，于是就提议来这里考察一下。但由于先前无光之森一直弥漫着带有污染性的孢子尘，这一计划只好暂时搁置了。不久前，研究院给我们传来消息，说是那些毒物孢子都已经被清理掉了。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我们便快马加鞭地赶过来了。没想到我们真的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大型生物生存过的痕迹。随行的学者们初步判断，这个生物应该就是丁铃当啷兽无疑了。这里的月亮灯很有可能也是丁铃当啷兽挂上去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还有这本吉祥画大全，这太令人匪夷所思了。难道丁铃当啷兽已经进化出了语言模块？但为什么他要学习的偏偏是吉祥画？周围应该还有不少丁铃当啷兽生活的痕迹，如果漂泊者你有什么发现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我相信你的经验比我要丰富，不过还是尽量不要破坏了现场。红包、鼓槌、狮吼胶都是些荆州城里常见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反而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这么重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漂泊者，你怎么在这里？是吗？我也是，真巧啊。听说贝氏他们发现了丁铃当啷兽生活过的痕迹呢，真是令人惊讶啊。对了，刚才那句话你是从哪里学的呀？真奇怪啊，应该是谁落在那儿的吧？毕竟丁铃当啷兽怎么会去学讲吉祥话呢？我不知道啊，可能他只是觉得说吉祥话不会被人讨厌吧。毕竟伸手不打消面兽嘛。如果这里真的是丁铃当啷兽曾经栖居过的地方，说不定最初的月亮灯就是它挂上去的呢。可能在这种黑暗的地方待久了，自然就会渴望一些光亮吧。丁铃当啷兽也不例外，哪怕只是一点人造的月光，也会让它感到没那么孤单。我想也是。现在他一定不再孤单了。如果无光之森的危机都能被解决的话，那我们一定也可以战胜悲鸣的，对吧？万物复苏的日子也一定会到来。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和你一起见证。在那之前，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呀。再会了，漂泊者。以及无论多少次，我都想要祝愿你，祝你所行皆坦途，所求皆如愿。